真理大学法律系一年级的陈敏萱。对，然后好紧张哦。然后就是，因为很喜欢法律这一块，所以当初选择进法律系这样子。然后希望说自己加入这一块领域之后会有所不同，对。然后很高兴这次可以来到美国，然后参加这次的参访。然后，谢谢大家。